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NC Channel. 我是 NC 小叶哦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很简短的，快速跟大家讲一下，怎么样可以先偷偷用到目前贝塔等级上线还没有开放可以使用的 Core 45手枪哦。那首先你要做的呢，就是把你的账号升到目前的满等，也就是20等。升到20等之后，会解锁我们这个 Gunner Fest 哦，就是第三个这一个背心。那装上它之后呢，预设是会有火力全开的特长，你就可以装两把大枪。但是呢，只要在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 Gunner Fest 移除，换成原本其他前面的两个背心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副武器已经自动装上 Core 45这把手枪哦。那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很轻松的先去使用这个还没有开放给大家用的手枪哦。好啦，那这次影片非常简短，就是很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，赶快在被官方修掉之前去体验一下吧。那就先这样子，拜拜。